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让我们又再一次的能够来敬拜他。哇，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非常期待今天的礼拜，因为接连的这几周，我们的牧师都要跟我们分享关于先知书的信息。每一次我们在读先知书，它不是只是以色列国的历史而已，先知书也是上帝要持续对我们说话的信息。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诗歌的敬拜，我们也来思想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回应先知书的信息。那我们在先知书里面，你一定会常常看到一个词叫做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到底什么叫耶和华的日子呢？如果你方便，我要邀请你从你的座位上起立，我们一起来宣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临到的时候，他战胜了仇敌，他得胜，他是荣耀的君王。我们来敬拜他，来欢迎他，就在我们的当中行做行事。我们来敬拜他。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
主不仅是在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并且荣耀的那位。在先知书里面也说到，我们的主是天天呼召他的百姓悔改的上帝。弟兄姐妹请坐。当我们在听先知书的信息的时候，你是把它当作故事听，还是它也是你跟上帝关系的一部分？待会我会请我们的 vocal 来独唱，你可以跟着投影幕上的歌词走过这首诗歌，它是一个很美的祷告，重新的检视你跟上帝的关系，重新的思想这里面的歌词是不是也是你生命，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呢？美好的救主，患难时刻你是随时的帮助，祝你赐的平安胜过这世界，一生信靠你不怕任何风浪，信实的天父看顾我心灵，是我能够的坚固，你照亮我道路，引导我的脚步，我全部生命都愿顺服，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
遇见让你不喜欢的人，在那里敬拜主容易吗？他是信实的天父，是美好的救主。让我们再次的从你的难处里抬起头来敬拜他，信实的天父，信实的天父，看顾我心灵，使我能够得坚固。你照亮我道路，引导我的脚步，我全部生命都愿顺服。是为损
是受苦微笑时，靠你的恩典站立，因恒生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先知书不仅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的伟大，先知书也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呼召，还有百姓的回应。百姓的回应就是，主啊，我愿意悔改，我愿意信靠你，好不好？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和回应。弟兄姐妹，让我们为自己祷告，今天我不仅只是听信息，我要回应信息，求主用圣灵与火为我施洗。我们再次为自己祷告，让我不单单只做一个听到的百姓，我能够做一个行道的百姓，我能够做一个领受圣灵的能力 往前行，回应主，跟随主的人。我们一起来为自己祷告。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靠着他站立。弟兄姐妹，我邀请你，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从你的座位上再次的起立，让我们听先知书，不单单听，我们真的在恩典当中回应，求神用圣灵与火再次的为我们施洗，让圣火烧尽我们当中一切的邪情私欲，我们来领受他的能力。用圣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圣火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意象，成为我的意象，荣耀救主，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定恒生引我前行，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因恒生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圣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圣火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意象，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意
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荣耀的救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的子民再次的站立在你的面前。你在先知书里透过先知呼召你的百姓悔改，让他们再次看见你的荣耀和伟大。因为你告诉你的百姓，你设立他们在万民当中，就是为了彰显你的荣耀。今天我们也再次的站立在你的面前，求你成为我们荣耀的意象，让万国的荣华都在我们面前失色，使我们脱去一切拦阻我们跟随你的邪情私欲，我们渴慕听你的话语，渴慕彰显你的荣耀。愿那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仍然站立，时间交给思慧。我们一起借由尼西亚信经，然后用敬虔的心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们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一切可见不可见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在一切的世代以前从天父而生，从上帝出的上帝，从光出的光，从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不是受造的，与父同质同体，万物由他来创造，他为了我们人和为了我们的拯救，从天降临，由圣灵借童贞女玛利亚出生为人，在本丢比拉多任内为了我们钉十字架，受难埋葬，按圣经的记载，第三日复活升天，现在坐在父的右边，他要在荣耀中再临，来审判活人与死人，他的国无穷无尽。我们信赏赐生命的主圣灵，从父与子而出，与父子同受敬拜，同享荣耀。他曾托先知讲话，我们信一个圣共同使徒的教会，我们告白一个能够赦罪的洗礼，我们期望死人复活，来世的生命，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要请王林清姐妹来为我们做见证分享。各位弟兄姐牧师及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将近在三年前，也就是在104年的八月份，蒙上帝的拣选，我跟我先生为主一起参加、一起受洗，成为家族里第一代的基督徒。感谢主，家人都很尊重我们在宗教信仰上的决定。从成为基督徒到现在，透过参加教会的一些活动，还有读经，所领受主耶稣蛮有恩典的教导，让我不断的学习运用在生活当中，以及跟家人的相处。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上帝对我爸爸的奇妙恩典。我爸爸在1998年那一年，他人生事业的最高峰的时候，他中风了。那一年爸爸64岁，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在金门地区，爸爸除了努力在事业上的经营，对于金门的一些运动也非常积极的在推动，所带动两岸的体育交流的成果也获得相当大的肯定。爸爸在中风之后，凭借着他在年轻时打下的一个运动员身体的体质跟毅力，在近10年的中风期间，有几次虽然进出加护病房，但是他还是都撑了过来。上帝总是有最好的安排，在103年从台大的加护病房转到复健科病房的住院期间，爸爸说有一位牧师走到病房为他祷告，并且给予祝福。感谢主的奇妙恩典，在出院的时候，爸爸已经可以重新站立，而且在扶持之下学习走路，
同时他也恢复了中风前的记忆力，他想起了过去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觉得很惊讶不已，因为爸爸在98年中风后到103年这5年消失的记忆，对他来说其实他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记忆的。但是当他恢复这些记忆的时候，他也开始积极于事业的经营。虽然说他想要恢复，他想要积极在事业上，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失落感却是越大，因为当时的整个产业环境跟现在的整个情况已经产生很大的落差，所以最后爸爸他选择了退居幕后，专心的训练跟休养身体。在这几年，因为要定期在回医院的门诊，还有做相关的检查，所以我爸妈开始长时间居住在台北的板桥家，这也让我有机会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他们，带爸爸到医院就医，还有假日可以陪他们到处走走，甚至在去年也安排爸爸到白天的托老中心参加活动。感谢主，爸爸在对于参加教会活动非常喜欢，所以他也参加小组聚会，还有教会举办的大型活动。在过程当中，爸爸他感受到教会牧师还有弟兄姐妹很亲切的关心和互动，他们觉得这里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的温暖。在陪伴他们这段期间，也是我从金门国中毕业以后就来到台湾念书工作结婚生子之后，第一次有这么多的时间跟爸妈相处。过程虽然有一些辛苦，但是可以跟爸妈在一起的感觉却是很幸福。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可以进到孝心，也让我可以获得跟爸妈在一起这样相处亲情的爱。这竟然也是我从小到大对爸爸最深刻还有最完整的一个回忆。虽然爸爸在身体上的功能渐渐恢复，但是在心灵上，在心灵上却是失落与焦虑。在去年的7月7号星期五的上午，爸爸打电话给我，电话的那一头我听出他心里的忧虑不安。爸爸说，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好好睡觉了，他觉得心里很烦闷。我虽然可以深刻体会他的感受，但是我知道能够医治爸爸心灵的也只有上帝，因此我就随口跟爸爸说，我知道您的感受，但是其实只有一个神可以医治您，不知道您愿不愿意相接受。没想到在电话那头，爸爸用很坚定又大声的语气回答说，我愿意。当下我觉得很惊讶，所以再次跟爸爸确认，我说的是信仰上帝。爸爸也回应说，是，我知道，并且希望我可以尽快带他到教会。在7月9号星期日一早，我开车到板桥接爸爸到教会参加礼拜。很感谢当天伯牧师、国光长老、替死小家的月莲姐、佳音姐，还有奇乐小组的于玲姐、淑琴姐，还有小组的弟兄姐妹，都不断为爸爸祷告。在隔天，
爸爸用很平静的语气打电话对我说，他有感应到了，他已经有很久没有这样好好睡一觉了。感谢主，让爸爸的心灵得到了平安。为了让爸爸可以常常在教会跟教会联系，除了带爸妈来参加教会的活动，在社区的大楼也邀请爸爸参加召会弟兄家的礼拜。召会弟兄的姐妹、弟兄姐妹都很关心爸爸，也会常常为他祷告，一起在家里唱诗歌。感谢主的恩典，爸爸在去年的10月9号在家里受浸得救。在今年的1月，爸妈回到金门，打算在金门过节，也顺便想回去看看自己想念的老家。然而这一切似乎都在主的计划里。就在2月7号那天上午，爸爸特别将外劳叫到床边，不断地跟外劳道谢，感谢他这段期间照顾的辛劳，也将家人的名字都一一念过一遍后，他告诉外劳说他想要休息，想要睡觉了。爸爸闭上双眼，在睡梦中，爸爸很安详地在主怀里安息了。当时只有哥哥在身边，妈妈那段时间刚好来台湾准备参加妈奶奶的忌日。我时常在为爸爸祷告，当一接获到电话的时候，我跟妈妈还有姐姐都非常的震惊跟否认，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我们立即赶飞机回到金门的途中，一路上也不断为爸爸祷告，希望主耶稣可以让爸爸赶快醒过来。心里面很难过又很懊恼，不在爸爸的身边，也没有接到他的最后一通来电。但是感谢主有丰盛的怜悯，他对我们的爱浩大无穷。当我们赶回到家里，看到爸爸躺在床上，他的脸是这么的安详的睡着的神情，我们感谢主可以让爸爸这么平静的到主的国度。有上帝对爸爸的爱，我们的心灵虽然难过，但是也获得了言语无法形容的一种平安。感谢主的带领，谢谢教会、教会牧师，还有弟兄姐妹的陪伴，透过肢体的连结跟支持，让主的爱取代了心里的不舍与哀伤。感谢主，让我和家人都体会到主耶稣长阔高深的爱与恩典。在以弗所书41章第10节写道，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感谢主，在这一路走来所赐予的信心和丰盛的恩典与平安。阿们。谢谢王林青姐妹的分享。那我邀请大家，我们可以一起站起来，我们为了林青姐妹她的见证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在林青姐妹的生命当中，你持续的带领以及保守。谢谢你在他们一家所放下的平安，特别是为了他的父亲，在他的父亲走到生命低谷的时候，即便他当时还未真正的认识你，但主你在医院为他预备一个祷告的牧师，你为他预备爱他的家人，关心他的亲友，甚至也为他预备了一颗喜乐平安的心。主你让他在生命经历非常重大转变的时候，仍然有你的爱的陪伴，并且他也愿意决定决志来跟随你。我们相信他在天家仍有你的保护与关爱。我们也感谢你给予林青姐妹一颗喜乐和平安的心，她愿意来到台前来跟每一个人来说主你在她生命当中做的那么大的事情，做的那么大的恩典。主我们愿你的慈爱继续光照林青姐妹的一生，让她不论是在家庭、职场、教会，或者是在朋友之间，都蒙你的恩典，让他一生寻求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赐下信心、赐下刚强壮胆心的主。我们愿林青姐妹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我们这样子祷告都是奉号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那接下来谢谢我们刚就是听到很感人的见证。那我们接下来要欢迎新朋友
这位新朋友是李殿和，请问现在有在我们当中一起做礼拜吗？李殿和弟兄有吗？哎，没有。好，他可以站起来吗？李殿和弟兄可以挥挥手或站起来吗？好，现在没有看到，那没关系，他可能看着转播。我们先跟就是弟兄旁边你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问个平安。如果你看到就是有就是初次见面的面孔，请你不要客气，不要害羞，就跟他说你好，平安，很欢迎你，第一次见到你非常开心。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然后你可以跟你前后左右一起做礼拜的人给他一个 high five， 然后跟他说平安。啊，如果你有碰到就是在教会外礼拜除了礼拜堂后有碰到也是初次见面的新朋友，你也不要客气，希望大家可以去前进问安。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消息报告，请大家可以翻开你手上的周报，或者是我们就看台上的投影片。第一则是八月份洗礼学道班开始报名，如果你有预备要来做受洗或者是转籍的弟兄姐妹，在八月十二号的时候，请你空下那个时间，然后也注意一下有在洗礼之前要有洗礼学道班，以及缴交见证稿的时间和小会问道理的时间，请大家就把这些时间留下来。如果你知道你附近的弟兄姐妹可能有意愿要一起来做受洗或转籍的，也可以把这个资讯分享给他。那下一则第二项报告是和平的主日祷告室，我们的主日祷告室在五楼礼拜堂，然后时间是9:30到1:30，所以今天第三堂结束之后，我们还是可以前往五楼礼拜堂，用很短暂的时间安静自己的心。如果你觉得现在心里很烦闷，有一些需要祷告的，除了就是找我们教会的会友，找你的好朋友，或者找牧师为你祷告，也欢迎到五楼礼拜堂可以安静自己的心。那第三点是蔡茂堂牧师的创世纪查经以及讲座，在7月28号礼拜六的上午10点有创世纪查经班，然后8月13号到17号有蔡茂堂牧师的讲座《鬼父与精神疾病课程》。那如果你有意愿、有兴趣想要报名或者邀请朋友的，可以到办公室，我们二楼的办公室缴费以及报名。第四点是安兰桥创客营电脑需求协助，就是我们暑假的时候要到基隆的安兰桥教会，然后营会时间是7月23号到25号。那我们会希望就是可以借到10台笔记型电脑，是为了帮助有一些参与营会的学生，他们家里可能没有这个笔电，所以如果你们家有多余，就是可能暂时用不到，或者是说7月底以前你的笔电在放暑假，那不如就让他一起来到安兰桥教会，然后参与这个创客营。详细的状况或者是你很害怕你的电脑有问题的话，就欢迎你到办公室，然后再跟办公室做询问。那我们现在10台电脑只有3台，所以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帮帮忙。好，接下来第五点是原住民的农产品贩售。为了协助我们原住民教会会有的农产品销售，下一次的主日，也就是7月22号，泰雅尔中会的产发部会来到和平教会贩卖水蜜桃。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价钱跟就是数量，其实它是比市价便宜的。所以请大家下礼拜主日的时候可以多预备一点金钱，多预备你的心，为了我们教会肢体的小农来奉献。接下来最后一点是牧师的动态和会友消息。本会牧师陈光胜牧师带领金华国中服务队往花莲，然后蔡维伦牧师请假要往台南参加大学同学会。我们也为了牧师来做祷告，不论他们在哪里。然后如果你真的有需要就是紧急的事情的话，可以联络办公室或者是圆圆牧师、博文牧师，可以为你一起来做祷告及帮忙。那再来是我们的许文宏以及吴怡慧夫妇，于7月10号喜获千金，我们也为了他们一家来做祷告。那接下来就是详细的细节，可以再翻阅你的周报。那我们邀请大家可以再从你的位置上站立起来，如果你的身体允许，如果你的身体不舒服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坐在位置上一样可以来向神祷告。好，我们一起预备心，我们一起低头来做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仍然能够站立在这里来做祷告，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有丰富慈爱，并且不轻易发怒的神。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站立，或者坐下，或者开口，或者默祷，
我们要先来为世界及台湾祷告。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地仍然有许多的战争、饥饿、贫穷、天灾，我们的心感到无助，感到害怕。我们也知道台湾也迎来台风的季节。主啊，我们真的求你恩赐怜悯，赐给各地的政府智慧，帮助人民可以离开那些危难。也求你带领各地的基督徒，包含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按你赐给予我们的恩典，尽自己所能做的去爱你的百姓。我们也为了伙伴教会以及各地传道人来做祷告，感谢你带领南园教会进入新的成长阶段，有许多的会友，有许多的人来到南园教会，他们在7月13号及7月20号有一个受洗班。主啊，我们有各样的事工，都愿主你能够来亲自带领在这里面，包含我们刚刚也有听到安澜桥教会的创客营，主这样各样大小事工，或许我们没提及的，主都求你亲自带领。我们也为了梁望会牧师，我们为他的身体病痛得医治献上感恩，也求你能够光照他，让他在圣经公会所做的事工都得蒙你的带领及帮助。我们为了教会的事工以及肢体来做祷告。我们知道我们有一支金华服务队，在每年的时候会固定前往不同的地方出服务，为了你来做这样子的事工。主求你保守他们在花莲那群孩子，或者是当地受到侍奉的孩子，主让他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都能够看见你的恩典。也为了教会的新生命诞生，我们献上感谢。为了教会中仍受病痛所苦的会友来祷告。主啊，我们希望你的爱是陪伴每一个人，不论小不论大，不论我们是在欢喜，不论我们是在快乐，主都求你让我们的心时时的看到你，让我们知道你是那随时看顾的主，随时关爱的主。主，我们将我们一切祷告放在你的面前，求你来悦纳，求你来聆听，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在这里来做祷告，甚至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各样的时段当中都能够记得你，在我们不论是快乐或者是痛苦的时候，仍然记得我们要抓住你的手来向你祷告。求你垂听我们的一切祷告，愿主来看顾这一切。祷告都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依然站立，我们用华语圣诗306A表明我们全人奉献的心志。奉献是基督徒感谢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出于甘心乐意的人将经历他丰富的赏赐。如果你还不了解奉献的意义的话，不必就是刻意的来做奉献，我们期待你在这里更多的认识神后，更了解奉献的意义后再做奉献。那我们接下来要一起攻读圣经，在约珥书的1章1到4节以及2章10到14节，由我来为大家读。耶和华的话临到皮图尔的儿子约珥，老年人啊，当听这话，这地所有的居民啊，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祖先的日子，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与子，子传与孙，孙传与后代。茧虫吃剩的蝗虫来吃，蝗虫吃剩的男子来吃，男子吃剩的蚂蚱来吃。2章10到14节，在他们面前地动天摇，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的军旅前出生，他的队伍庞大，
遵行他命令的强盛。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然而你们现在要禁食、哭泣、哀嚎，一心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因为他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会改变心意，不降那灾难。谁知道他也许会回心转意，留下余福，就是献给耶和华你们上帝的素祭和交酒祭。愿主赐福与聆听他话语的人。接下来我们请周元元牧师来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一心归向上主。弟兄姐妹平安。讲到一开始之前，邀请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你也是时间的主宰。虽然主，我们离约珥书的年代久远，但主你的话永远是新的。恳求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说的听的同盟，被你造就，被你提醒，被你装备。我们这样子交托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个礼拜二下午，我想我们都一起经历了一件事情，就是台风警报玛利亚。当我们听见北北基下午四点停止上班上课的消息以后，不晓得大家的行程有没有什么改变。我做了什么事呢？我就听到到四点，然后呢我就赶快把我笔电的资料整理整理，然后示意书都整理好，然后大包小包的提回家，因为我想说隔天一定放假嘛，所以就准备明天礼拜三好好的在家里专心写讲道片。然后到了晚上，八点没有，九点没有，十点，大家都一起经验这个，然后就没有，好，我就把笔电再盖起来，示意书再收好，明天再大包小包搬回办公室继续写讲道片。你呢？你是否赶上了所有人一起下班的拥挤捷运，还是因为台北市新北市的不同调而造成了一些困扰？无论影响多少，我想礼拜二礼拜三的台风假跟放假与否，台风警报跟放假与否，都让我们稍稍体会了行程被打乱的情况。原本安排好的不是这样了。其实我们的人生里也少不了这样的状况。而今天我们所读的约珥书，他谈到了一大群人，上帝的百姓，他们的生活步调全都被打乱了，不仅仅是混乱了，我要用失控来形容。上帝的话临到先知约珥，叫他传话给南国犹大的居民，他叫犹大的居民侧耳而听，听一件没有发生过的事，并且要将这件事传给子，子要传给孙。到底是什么事情呢？我今天想让大家来体验一下，就是我想请大家闭上眼睛，我要来念约珥书的第一章四到十四节。我们想象当初这些百姓也是听见，当然我不是先知哈。就是他们听见有先知在他们面前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所以我邀请我们闭上眼睛，我来念这一段话给大家听。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酒醉的人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它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我的民啊，你当哀嚎，像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
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心酒干渴，油也缺乏。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园的啊，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葡萄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啊，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啊，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筵素会，召聚长老和国中一切的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请我们睁开眼睛，有看到画面吗？我们看到什么？蝗虫一波又一波来袭，毁坏一切的农作物，大地一片荒芜。先知呼唤百姓中酒醉的，指的就是平常不管事的，说要清醒，要哭泣。少女要向死了未婚夫而哀嚎，农夫要惭愧，因为没有农作物可以种了。连带领百姓向上帝献祭的祭司也要披上麻布痛哭，哀声遍野的当中，众百姓进食，表达悔罪与谦卑，且停下一切的工作，专心求告上主。还不只是这样，先知说不只是眼前的灾难，透过这些前所未有的严重的蝗虫灾，约珥要上帝的百姓看得更远，就是那个日子近了。约珥书当中五次提到那个日子，我请兄姐帮忙我念好不好？第一处我们请弟兄，请。哀哉，第二处请姐妹，这地所有的居民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已经临近了。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啊，在那些日子到那个时候，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哀哉，发战，大而可畏，使被掳之人归回。那日就是指上帝再来的日子，指向里面让我们看到盼望，看到拯救，好，指向一个被掳归回得拯救的日子，但更多的指向一个让人害怕的时刻。约珥书二章一到十一节甚至说，怎么形容呢？他说要发出警报，因为那个日子黑暗阴森，有火烧尽一切，来袭的敌人像战马一样整队奔跑而来，跳上城墙，爬上房屋，从窗户进来，如同盗贼。地动天摇，日月黑暗，星宿无光。约珥说这是上帝的军队，约珥说当上帝的日子临到，如此大而可畏，谁能担得起呢？哇，在他们的眼前是蝗虫灾害，却从蝗灾被提醒看见耶和华的日子近了。这一切的描述，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得毛骨悚然。我看着经文已经近了我两三个礼拜了，我一直在看这个。这里面上帝的百姓看起来什么样子？他们看起来好凄惨，年少的无用，农夫无用，祭司也没有办法。面对如此铺天盖地的灾难，全然失控的情况，百姓束手无策，只能向上帝哀求。我们的人生是否有遇过类似的情况吗？希望没有。我讲的类似是指一种全然无助哀求上帝的时刻。这个礼拜二下午，当我跟同工们我们一起在做房台工作的时候，
我们教会是一栋大的建的大楼，所以我们就开始检查每个地方的窗户是不是有关好。我一边检查一边关的时候，我想起了某一个记忆，是2009年8月9号那一天。2009年8月9号，那个时候我还在乡村台南学甲的顶洲教会服事。我住的房子在乡下，我们都叫牧师馆，就在教会的二楼。那一天8月9号上午不到7点，我在我的寝室里，我被大雨声吵醒。一醒来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因为那个大雨已经隔天礼拜六已经下了一整天，就是那种水像在倒的那种雨，已经下了一整天，然后我整个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停。我醒来雨还这么大，于是我赶快开窗出去看，哎呀，我看到这个，糟糕了，所有的路变河了。我赶紧下楼去查看办公室，然后那时候我们有跟人家合作电脑教室做社区工作，电脑教室、礼拜堂、车子全部都泡在水里。这个是后来才拍的，因为第一时间不可能有时间照相。第一时间我在干嘛？搬东西。我下去以后不断的搬，赶快把所有的东西往上搬、往上搬、往上搬、往上搬。过了一阵子之后，还在下大雨的时候，一个长老他套着一个大塑胶袋跑来教会。他看着天，看着慢慢越涨越高的水，看着两台车，那台红的是他的，旁边绿的是我的。他觉得岌岌可危啊，快要到排气孔了。于是长老就带头，他说：“去，你去水里摸砖块。”因为那个乡村我们是砖造房子，所以都有一些那个预备的红砖在。他说：“你去摸砖块来。”我说：“要干嘛？”然后呢，他就从那个车的后面拿出千斤顶来，他就开始把车子顶起来。然后说：“来，看，快，你把砖块垫在那个轮胎下面。”后来呢，我就水中摸砖，摸了多少块啊？50、20、40块，就两台车子每一个轮子下面垫了5块砖，然后才停下来。雨继续下着，担心的事也越来越多。弟兄姐妹都平安吗？在乡村有很多长辈居住。有的房子里只有阿公阿嬷两个人住在家里，或是甚至只有一个人的，他们都平安吗？于是我展开人生第一次的水中探访。唉，我希望我此生不要再有第二次了哈。我一颗心在看见弟兄姐妹平安的时候放下，却又在下一场大雨来临后，水位又升高时，又紧张起来。后来我接到一对80几岁的退休长老夫妇的电话，他们就是两个住在那个在那个村庄里吼，没有几个楼房，几乎全部都是平房三合院，教会是2层楼，其他只有2栋4楼，其他都是平房。然后那个长老跟长老娘打给我说那时候是传道，他说：“传道啊，我们家越淹越高，而且他们两个个子很小，那个时候水大概到我的膝盖，你要想我这么高吼，大概到他们大腿了。”他说他们觉得这样有点危险，然后因为他们的孩子曾经在隔壁村庄买了一个4楼的有另外一个房子，他说他们想要到那边去，请我去牵他们过去，我就说好。可是其实我也很那觉得那么水那样其实并不好走。结果呢，感谢神，出去的时候我就招计程车啊，没有啦，那是什么竹筏、啊、乡村并没有消防队，但是有余温，淹水鱼都在路上游了，竹筏也出来了。我就这个是后来我们青年在玩。我就在路上说：“先生，拜托，有两个长辈，他们需要去比较高的地方，你可以帮忙吗？”于是，在他的帮忙下，我们就去他家，把两位长辈接到隔壁村庄的楼房里面去。那一天的，一直到晚上7点，礼拜天晚上7点。12个小时过去了，天黑了，然后更惨的是电也停了，水位呢仍在缓缓升高，雨已经停了，为什么水还是不退？因为白天村里在乡村都是靠广播的，广播了2次，他说：“请大家注意哦，因为我们左右两边的村庄都有河堤破了。”哎，你知道我听到那个要注意什么？我们全部都被困在里面，我们能注意什么？我们都出不去啊。
对，我车子还悬空，有没有？烛光下晚餐前那一刻，我真的无助。我脑海里回荡的是刚刚电话里面最慢离开教会的姐妹，她打电话提醒我，她说传道，我家前面的水已经淹到腰了，现在外面天很黑，你千万不要再出来了，你一定要待在屋里。可是我心里好担心哦，因为电话还通的时候，曾有一个长辈，我劝他说，那个他家比较靠近是村庄里有个活动中心是二楼，我说你晚上不要在家了，他自己住，我说你去住那里。他跟我说不要，他说传道我八十几岁啊，我八十几岁了啊，兄弟啊，如果要带我走啊，就一起冲走吧。死守家园呢、欸，天黑。水深，如果水再深，我接得到他们到教会来吗？竹筏呢？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有人先进来把老人救出去吗？路不通，教会界进不来。救灾中心呢？我手机打不通，帮我打通的教会告诉我，现在正在全力抢救更紧急的地方。看着桌上的晚餐，闭上眼，谢饭祷告，我几乎要哭出来。那个时刻我真的非常害怕，我根本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跟上帝说，主啊，拜托水不要再高了，拜托水不要再高了。灾难让人发现一件事情，发现生命的真相，打破我们以为死亡不存在或者是不靠近，那么靠近自己的幻想，并且打碎我们常常以为我们靠人能解决世上所有困难的这种妄想，在灾难面前全部都没有了，只有发现我什么都不行。于是远远超过人所能负荷的天灾把人打回原形，叫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并不是世界的主宰，人有多无能，我们连下一秒自己是否还活着都控制不了，只要遇上天灾人祸，更何况面对主的日子近了，就是上帝按公义审判世人的时候。先知约珥的话那么沉重，如他所说，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啊？无论是那个时候面对蝗灾的犹大的百姓，还是今日的我们，我们都一样担不起，我们该怎么办呢？还好圣经没有停在这里，约珥说，而且这句话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然而你们要禁食哭泣哀嚎，一心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因为他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会改变心意，不降那灾难。撕裂衣服是犹太人很痛苦的时候会做的动作，上帝在跟他们说，相较于外在的仪式形式，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要让心转回归向上帝，一心归向神，而且上帝跟他们说，你们不是归向别人的上帝，你们归向我是你们的上帝。而且上帝说，为什么要归向我？因为上帝是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意思是上帝生气是不得已的，不得不最后才生气，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会改变心意，不降那灾的神。为了让人倚靠他，上帝向人揭露自己，他在表达挽回是为了拯救，并不是为了刑罚。从上帝的百姓眼中看来，已经是绝路的时候，上帝说还有路，就是归向他。通过先知约珥，上帝呼唤人归向他，转向上帝的时候，人会发现自己的罪是什么，在得罪上帝的地方向上帝认罪，这罪包含个人性的，更包含群体性的，
透过认罪悔改，把罪的重担卸给神，也改变自己或群体得罪神的生活方式，而面对不明白的灾难，则向上帝诉苦，就像约伯一样，或像诗篇中许多的诗人所写的一样，主说的是：转向我，转向我，转向我。面对这些转向他的百姓，上帝的回应会是什么呢？耶和华为他自己的地热心，怜悯，他赏赐他们五谷、新酒、新油，不再使他们受到列国的羞辱。神甚至对受苦的土地说话，说：土地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还不是土地，不是人而已，是所有的生物。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锡安的民啊，你们要欢喜快乐。对于归向他的百姓，上帝的应许是赐福，让荒芜的地再次丰富，让受辱的民恢复尊严，让他们由哀哭变为欢喜快乐。上帝也应许他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无论是男孩、女孩、老人、少年人、奴仆、卑女，不分身份地位，每一个人，上帝要他的灵浇灌给他们，使他们有能力，让凡求告他名的人都必得救。并且神说，为了他百姓的缘故，他要向列国施行审判。罪行是什么呢？其实约珥书里面只有两节讲到他们的罪行。罪行就是这些列国苦待上帝的百姓，他们把上帝的百姓分散到列国，瓜分了土地。他们用要招妓卖掉自己的儿子，他们为了要喝酒卖掉自己的女儿。上帝责备的是对待社会中最弱势的人，他们恶待最没有权力的人，种种恶待人不以人为人的作为，上帝要用一样的方式处罚他们，使这些作恶的国家荒凉。然而就是在那么可怕的审判的时候，上帝说他要应许转向他的百姓，他要做他们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无论是赐福还是审判，透过这些，他们将更确实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上帝，是在他们中间的上帝。让我多问一个问题，所以上帝让灾难临到人，是为了让人转向他吗？是。但是不要忘记，先知说话的对象大部分是上帝的百姓，意思是大部分是已经认上帝为主的人。在他们无所适从走错路的时候，上帝派先知去告诫他们，要他们回头。但我们要千万小心，不要用这样的角度去解释所有的灾难。如果这样做，就是太小看邪恶了。至少在约珥书根本没有多花力气解释为什么上帝这样做，就是约珥书谈到罪行的真的很少，就我刚刚说的就那两节是在审判列国的时候提到，也没有多解释苦难到底怎么造成的。约珥书在说的是，从这些灾难，上帝的百姓会发现生命原来那么脆弱，会被提醒这个世界并不是人在做王的，有更高的权力在掌管。上帝赏善罚恶，他不会以无罪的有罪的为无罪，恶待人的事、伤害人生命价值的事，上帝会处理。约珥书说，面对这样一位公义的上帝，于是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自己毫无差错，所以才会一直呼唤归向上帝，全心归向上帝，把罪交给上帝，把痛苦交给上帝，把不明白的也交给上帝，然后仰望上帝的带领。这是旧约带我们认识的神，而新约告诉我们，为了解决公义这个问题，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不是置身事外，为了解决公义，上帝自己受苦。在约珥书里也是如此，我刚刚讲了这两节在这里，上帝是这样看他百姓的受苦。我刚刚讲的是后面他们犯的错，可是前面我有一个字，我把它变黄色的。上帝说，他们把我的百姓分散到列国，
他们为我的百姓抽签，以男孩换妓女，为喝酒卖掉女孩。我的百姓，我的百姓，这是一个天父看着自己的百姓受苦，到了一个地步，还需要自己管教自己孩子的苦。生命的确有偶尔会遇到难为的灾难，也有尽头，没有一个人例外。然而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中，约珥书要说的是，上帝都没有消失。上帝一直希望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中能够归向他，依靠他。这样子的等候，这样子的恩典，不仅仅是赐给以色列人的，今日也继续赐给我们。我讲另外一个故事。在顶洲教会服事的时候，有一位长老姓杨，然后有一次我问起他生命的故事，他跟我说他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他从小就被爸爸妈妈带去主日学，但人生有一段时间，大概就是30到40几岁，有十几年的时间，他迷失了自己。他用台语跟我说，他说他晃动，如果你听得懂的话，放荡。那当然不好意思再多说，他只说他晃动。直到40多岁，有一次他酒驾上高速公路，因为神志不清，竟然逆向驾驶。他没有跟我讲细节，因为我猜他应该也记不得。但是大难不死以后，他惊醒过来，他知道若不是上帝保守，他早已丧失生命。于是浪子回头，他从外地回故乡生活，也恢复教会的生活。他在教会办的幼稚园当娃娃车的司机。49岁那一年，他被选为执事，几年后当选长老，一直到2年前才退休。我认识他的时候，当然都不知道这些故事。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60几岁，接近70岁的长辈了。我认识他，我看到的这个杨长老是什么样的长老？他每个礼拜天早上都是最早到礼拜堂的人，到了一定做几件事情：开电灯、开麦克风、把奉献袋放好，然后坐在第一排的椅子上开始写教会日志。乡村的教会都还有黑板，然后上面会写圣诗、圣经题目、经文，然后就是把它抄下来，然后奉献都会抄下来。这些看起来像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你知道他做了多少年吗？20年。2015年那一年10月，当教会又遇到另外一次台风，礼拜堂的屋顶被掀了好多，屋瓦被掀掉好多，只在漏水漏到不行了，于是决定换新全部的屋瓦。在2-3个礼拜的作业期间，这位杨长老几乎天天盯场，每天都拿着椅子坐在旁边看工人施工。闲聊的时候，我就问这个杨长老说，因为我真的没有看过屋瓦，第一次看全屋瓦换，我就说，请问这个屋瓦换新了以后可以用多少年？这个杨长老笑笑的看着我，他跟我说，哦，下次再换的时候我看不到了啦。意思是很多年。是的，到换下一次屋顶的时候他看不见了，然而他现在仍甘之如饴的忠心服侍。在这位长老身上，我清楚的看见上帝深爱每一个他所赏赐生命的人，他珍惜每一个人的生命，而且被主所换回转向神的孩子，他所活出来的见证是何等感动人。除了一心归向上主，约珥书还交代百姓要把这件事传出去，传给后代。传什么？传他们在危难中依靠神，被神拯救的故事。怎么传呢？怎么传呢？每次读到先知书，我讲我一个个人的感受，我自己觉得先知书在应用上最让人害怕的应用方法，就是太轻易的让自己站在先知的角度去对人说审判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我真的在每一次有天灾发生的时候，都很害怕听到有基督徒说，还没有去帮忙救灾，就先说上帝要审判你，赶快悔改。你听过我的那个经验，如果我在那么痛苦的时候，有人打电话来跟我说你怎么悔改，
你觉得我的感觉是什么？处在今天的时代，谁是先知呢？是基督徒还是牧师吗？这次预备讲章时，我注意到一件事情，我觉得是上帝对我的提醒。那些被上帝派来向百姓说话的先知，大部分都是跟百姓一起受苦的。记得两个礼拜前，我的牧师说，上帝呼召何西阿去娶一个对他不忠的妇人吗？说你去爱他。先知不是站在苦难外头叫别人回头的，他们是在苦难里面一起经验上帝的审判跟拯救，一起被辱，一起归回。于是我对自己说，我也想跟弟兄姐妹彼此勉励，除非我们愿意陪伴别人面对苦难中的痛与伤，否则我们不要太轻易抢着当别人的审判官。我总是相信基督徒能做最美的见证，是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中，让人从我们的生命看见我们是何等需要上帝的人，需要谦卑认罪，需要祈求倚靠，并且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断归向上主，使我们有勇气愿意进入别人的苦难中，陪伴他们走向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会改变心意、不降那灾难的上帝。即或不然，意思就是，如果我们祷告了，但最后上帝做的跟我们想的并不一样，我们也承认我们所相信的上帝远远大于我们所能了解的，因为他才是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承认读先知书真的很不舒服，但主，这些严厉的话不是要把我们打趴，这些严厉的话是要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境况里，你都还在，你等待我们，你等待每一个受苦的人回到你面前。主啊，如果我们当中最近正在面对又大又难的事，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先不问为什么，我们先问主，我需要你，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主，也许眼前我们不能明白，但是主，你应许我们，我们可以向你哀哭，我们可以跟你诉苦，我们可以像约伯一样生气都好，我们就是可以来到你的面前说给你听。因为神，我们认你做主，你真的可以为我们负责。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怜悯我们遇到的所有痛苦、所有软弱、所有不堪、所有不知道如何是好。但神啊，我们也在这个时刻特别为了日本祈祷。最近淹大水，有一两百人在当中过世，这表示有更多更多的家庭在受苦。主，我们难过，愿我们用难过陪他们一起难过，也求神怜悯，让之后的所有的救灾工作，甚至这些伤心的家人们，能够主你差派各样的天使到他们的身边，安慰他们受苦难过的心。主，也让我们，也许我们不能到日本救灾，你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我们因着更多的依靠你，相信你，我们就更深的发现，你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呼召，就是与受苦的人同在，使人在受苦中遇见你，不是遇见我们自己。主，我们求你也差遣我们，使用我们，成为你的器皿，成为进入受苦的世界中，为主做见证，让人能够归向你的同伴。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思琴继续的来弹奏这些我们待会要唱的回应诗歌，我们好不好闭着眼睛，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来回想，
在今天牧师的信息里，什么是令你印象最深刻的？哪一段信息的内容勾动了你的内心，或者唤醒你正在经历的难处，或者是哪一段内容好像带给你极大的安慰和盼望？它就是我们的避难所。让我们就在这段安静的时间里，你来向他回应，向他倾心吐意。我们一段安静的时间，你自己个人来回应主。原来先知书是一首爱的诗歌。如果你用审判的眼光来看，你就会看到上帝好多好令人觉得人的地方，但是你用爱的眼光来看，你会看见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丰盛。我邀请你从座位上起立，我们来向主唱这首爱的诗歌，我们来回应他，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我向你唱首爱的歌，每一天每一夜宣扬你恩典与怜悯，让世界知道你拯救我，擦去我羞愧过去，赐给我新生命。我向你唱首爱的歌，我向你唱首爱的歌，每一天每一夜宣扬你恩典与怜悯，让世界知道你拯救我，擦去我羞愧过去，赐给我新生命。祝我永远不离开你，唯有你是我避难所。你的圣灵居住在我心，跟随他一生要紧紧跟随你，每一天我要更多亲近你，渴望能见一面，依偎在你怀里，我一生永不离开你同在，心意你改变，我不再像从前，我不再像从前。我们再从头来。我向你唱首爱的歌，每一天每一夜宣扬你恩典与怜悯，让世界知道你拯救我，擦去我羞愧过去，赐给我新生命。祝我永远不离开你，唯有你是我避难所。生命居住在我心，
一生要紧紧跟随你。每一天我要更多亲近你，渴望能见你面，依偎在你怀里。我一生永不离开你同在，我心与你改变，我不再像从前，我不再像从前。我们再次的来回应祷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听先知书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上帝的怜悯，我们不轻易的审判，但我们真的是愿意回应上帝的管教。我们再次的来回应主，求他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与怜悯，也求他帮助我们，当我们经历了神的拯救，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生命里面共同一起经历苦难，一起经历盼望的陪伴者。我们来为我们自己来祷告。谢主，会有灾难，会有苦难，但谢谢你应许，你是避难所，我们要跟随你每一天。每一天，我要更多亲近你，渴望能见你面，依偎在你怀里，我一生。永不离开你同在，我心与你改变，我不再像从前。每一天，我要更多亲近你，渴望能见你面，依偎在你怀里，我一生。永不离开你同在，我心与你改变，我不再像从前，我不再像从前。谢谢主，谢谢主，透过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无论环境如何的改变，无论是在顶州的大水，无论是在林清姐的爸爸走在苦难，走在低沉的时刻，不论是在此时此刻，主你从来都没有离开我们。耶和华，你有恩惠，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你乐意做我们的避难所，你乐意居住在我们的当中，你乐意你的百姓一心每天每时每刻每个境况都来归向你。愿你得着我们对你的回应，愿你得着我们对你的信靠，愿你得着我们对你的跟随，也愿你得着我们对你的传扬。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领受，我们请牧师祝祷。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同在，差遣我们每个人出去活出倚靠上帝的生命，也因为如此成为世人的祝福，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Thank you.
座，我们第三堂礼拜到此结束。那大家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默祷，或者是可以到五楼礼拜堂，我们到1:30之前都有长老及执事在上面为大家一起做祷告。如果你有需要的事情，如果你觉得急迫，也可以来到前面。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到 B1 去享用爱餐，请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座位上静默。全部生命都愿顺服，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将我与你分开。